要注意什么力度还是什么角度？这个也可以单方面先试一下，它这里可能有一边分层，一边微分，这边分层的嘛，那这边尽量不要的，这两边微分就可以了。外面分层是吧？那就反过来了，反过来，对，反过来正解。那边看的是什么？没关系，没讲。还是一边分层一边不分层。你剪一下在旁边呢，剪一下，在旁边呢，剪一下，就是在这里剪一下，看看，可以看看哪些会分层，哪些会分层。